气哀放的人文精神，收起了杭州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。给我一天，还你千年。每年数百万游客相聚在宋城，体验杭州东方休闲之都、生活品质之城的无穷魅力。目前，杭州正形成西湖观光、宋城怀古、修博园、杭州乐园、休闲度假楼的主流旅游线路，让美丽的西子姑娘们以曼妙的舞姿、轻盈的脚步，捧出沁人心脾的龙井茶，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。